凶我，载着各自单车去看属于两人的日落。当你说你也爱我的时候，我会傻笑着接受。点亮的夜空星火，照耀了单纯轮廓，听你唱着最喜欢的情歌。你说你不需要太多复杂生活，只要简单的承诺。财经头条，龙氏集团公布上市公司财报发布。据权威人士指出，龙氏集团这次最大的跨国收购将会对东欧的投资者。龙氏集团从重工实业起家，拓展至医疗、金融、服务业和文娱产业，在亚洲经济格局中起着重要作用。这其中，尤其以白、金、龙三大家族实力最强。金家深耕文旅地产，白家在政商界具有深厚根基，年家和龙家组成的联合体居于头部地位。由这三家组成的庞大的商业王国的初代缔造者，希望让家族产业持续发展，永续经营。于是由龙氏集团发起并牵头，为商业联盟的下一代们建立了一所白金高校，这就是本城商学院。2016至2017年军务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，亚洲区唯一一家连续五年上榜的独立学院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张静美，性别男，女，年龄19岁，天蝎座，当今时代进化的特有物种，女汉子，拥有着魔鬼身材和天使的脸庞以及圣母的内心，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少量优质少女，文能看康德，理能控奥数，武能摔老弟，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。张静美，你也不赖啊，从小到大拿奖无数，跆拳道黑带，还是 Young Lady 杂志社的封面女郎。既然都来到这么好的学校了，那就发张自拍吧。嘿嘿，你在瑞士的游学之旅怎么样啊？在当讨论感觉跟在本城差不多。听说你买的那只科技股昨天又赚了。天哪，这么赚，跟我的生活完全是两个世界。又有一句的告白台啊！这个原地起死了。没有你，龙日一夜。因为告白台是谁都能站的吗？下来吧，你可以站在上面。我可怎么办呀？你是我的唯一，你会答应我吗？哎，你说今天龙二一会不会过来啊？龙二一，这名字够拽的。哎，肯定不会来了。哪次有女生告白他来过呀？告白台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龙二一到底来了没有啊？来，让一让。这不是龙二一的滑蛋地面吗？哎。这就是传说中那个一直要成龙日一女人的韩之和吗？这又是哪儿冒出来的？敢跟我争龙少，还不给我拽下来！真是，什么人都敢往我家龙少身上贴，只有我才配做龙少的女朋友。龙少什么时候成你家的了？哎，你说什么呢你？他怎么这么霸道？就是啊，还不把他给我拽下来！韩之和你也敢惹？韩之杰，看看那边，看那边。龙少，我在这里。
梅兰是龙氏集团稀有物种唯一继承人，脾气火爆，无人敢地死，怕水怕高，更怕爷爷。身为新兴人类的他，早已进入了读图时代，文字对于他来说是一堆不知所云的代码，记忆力惊人，但学习成绩别人阅人无数，他是阅车无数，拆过的车能绕地球好几圈，人称蓝西山车神。龙少，你来啦！知道为什么推你吗？不许在学校里欺负同学，更不允许欺负弱小，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。滚！龙少，你消消气儿。龙少，没想到你这么在乎我。龙少，我喜欢你，请你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好吗？没事吧，龙少？老大，老大，是你。哼，那位同学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哪位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把他推倒了，就这样走了，不合适吧？嗯，龙少，他这样的闲人，赶紧给我清走，知道了吗？嗯嗯，龙少，我们走。喂，你什么意思？龙少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你没事吧？连背影都那么帅。嗯。这个学校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你在四班，我在三班，我在你隔壁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在四班，我在三班，我在你隔壁。他说什么？不知道啊。我有说错话了吗？没有啊。笑什么呀？至少刚才跟我说话了，跟你们说话了吗？一群神经病。张静美，是。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就是咱们本城的一员了。看到你这过去的学习单，非常的漂亮，希望你戒骄戒躁，把你良好的学习状态继续保持下去。嗯。因为啊，这里是本城，这里汇聚了聪明的头脑和勤奋的学风。明白，主任。嗯。好了，交给班主任就可以了。哎呦，龙少啊，为什么我还是一年级啊？其实这校董会的决定呢，我从心里面也是回绝的。你这一学期就出勤了三天，我认为你最起码早早的也应该达到了咱学校的毕业标准。少拿校董会压我。咱们学校对于你的毕业是咱们学校全体师生的心愿呢。跟这种人讲道理就是浪费生命。你没看我？怎么是你啊？喂，你想要这个呀？啊，喂，你，我再警告你一遍，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这位同学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考上本城的，但就你这种态度，学校让你留级，你应该感谢学校才对。哇！你说什么？
我说你要向主任道歉。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你做错了你还不让别人说吗？学校又不是你家开的。就是他家开的啊，你有意见？张静美同学啊，你可以走了。主任，听到没有啊？门在那边，走走走走啊。哼，主任，我过会儿再送你一张，走吧。啊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。我的问题怎么办吧？快点快点，上个铃都响了。别催啊。哎，你快点走。哇，上个铃响了。同学，啊，好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，张静美同学，大家欢迎一下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张静美，以后请多指教。张静美，位子收拾好了，你坐那儿吧。以10万票支持率获选 Venus Girl， 还是 Young Lady 杂志的专属封面形象呢。你可是想当当少女 icon。还真的是你啊，包装你。刚刚谢谢你啊。我叫樊冰冰。同学们，你们平时作文是怎么写的？想象。想象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。真的是维尼斯哥尔啊。那么不知道其他的同学会有什么样的？跟照片上一点区别都没有。哎，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。哪位同学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？这种形象都能上封面，这本杂志能卖得出去吗？真可笑。别理他，他就是这样。嗯，有风度，不愧是 Venus Girl。 大家安静。樊冰冰同学，你来说一下我刚才说了什么。你们知道空气悬挂最重要的优势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就是空气悬挂软硬的变化，悬挂的弹性变硬，咱们的车跑在高速路上就能提高车的速度；悬挂变软，咱们走在低的颠簸的路上就能大大提高车子的整体舒适性。哦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改好说一声。哦，好的。哎，对了，老大，我们一年级多久了？不知道。把所有学妹变成学姐，大概应该是本城最长情的学生吧。哎，放学干嘛去？飙车去。不去。啊，对了，我知道有一款新推出的 AI 技术，可以诊断人体的疾病。哎，我们去不去？所以说嘛，学校不适合我。嗯，我回来啦！姐姐，你回来了！真的呀！来来来来，快坐快坐，来坐坐坐，坐坐坐坐坐坐。怎么样？第一天到本城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对对对，学校是不是超大？哎，有没有看到白金龙？什么白金龙？本城的学生里，白甲、金甲、龙甲实力最强。简称就是白金龙。嗯，本城啊就是龙氏集团旗下的，也就是龙家的。你常去的超市也是他家的。真的吗？嗯。哎呀，静美啊，那你就跟白金龙搞好关系，说不定他会送你几张 VIP 卡。妈，你别总听他说这些有。哎呀，我说静美啊，你可一定要努力啊。那将来本城的毕业证书一亮出来，那是金光闪闪，威风凛凛呐。嗯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，老婆？哎呦，对对对。哎，在那个金龟婿遍地走的地方里啊，我们要把婚姻大事搞定。对呀，妈啊，你就别做梦了。本城的女生啊，都是白富美，人家举手投足是什么风范？再说我姐，光看背影，谁知道她是个女的？哎，姐，我错了。哎呦，我忘记了啊，我有一个特殊的礼物要送给你。嗯，噔噔噔噔噔，这是什么？卖身契。别听你爸乱讲，合约 ，Young Lady 杂志啊，
想把你打造成新一代的玉女掌门，我看这个形象定位还不错哎，所以我就帮你给签了。要是上通告的话，还有不少钱呢。妈，谁让你们不经过我允许就帮我签这些了？我之前参加比赛是因为想要拿奖金去学跆拳道的嘛，我才不想做淑女爱口，一点都不自在。巴掌大的家里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，没有理由不签嘛。而且违约金啊要赔500万，这么多啊？啊，还有啊，合约里面讲明了，在公众的场合啊，你要时刻注意言行举止，不可以做有损形象的事。嗯，要不也是违约的。附加协议第八条。那就是说，只要我从家门出去了，我就得装淑女是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一切交代完成，老公，准备开饭。对，开饭。哎，开饭，开饭，我饿死了。新的一天感觉如何呀？进学校第一天就遭遇了奇葩学渣，粗鲁无礼，还觉得自己酷炫转上天，我这个三次元的正常倒成了异类。至少你还有我呀。要是现实生活中也能有你这样的人该有多好，可惜不能当面吐槽。我下周回国，要见面吗？他要见我，他要见我，他要见我！我，嗯，张静美，你矜持一点好不好？矜持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OK， 聊了这么久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通报一下姓名？金纯熙，张静美，金。纯熙，这么好听的名字，会不会长得很帅呀、啊？肯定很帅。淑女修炼手册第15条，绝不在餐桌以外的地方进食。而且违约金要赔500万。嗯，besides b e s i d e s beside large box besides b e s i d e s beside the boxing。怎么又是他？同学你好，这里是学校，麻烦你们安静一点。什么？我说，这里是学校，你们给我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。你要是嫌吵，就去远点，行不行？喂，你们干嘛？哎，同学，这里呢，本来是我们老大的私人领地，他都让出来做校园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不让他在自己家试车，难道去你家吗？哼。哎，我就是想好心的提醒你们一下，这种车又是噪音又是尾气，还是视觉污染，简直是本城的败笔。嗯，视觉污染什么意思？他说视觉污染什么意思？他说我的车丑是吗？还真是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冲的刺头了。哎，看到我们既不跑也不跪，一副能屈能伸的样子，还真挺有意思的。
啊？嗯，搞定，一年级三班张静美，老大，怎么治他？哼，张静美，你就等着退学吧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下课吧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哎呀，下课了，下课了。走了，走走走。你干什么去？出去认识啊。我没看错吧？龙少居然来学校了。张静美，你是我第一个送极限挑战书的人，亲自送的。死定了！敢惹我，你死定了。雨水在